好，今天是咪咪对小文的一对一英文课。小文在这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教这个，只要念到一半就好了。下次再念，可能能念两三天。来，这是什么？梳头发。这个 wash a hair， wash a hair， 棒，接下来，这个，这是什么？ wash your fac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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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棒，这个是什么？ jellyfish， jellyfish， it's a jellyfish， it's a jellyfish。这个呢？Nino， Nino， it's a Nino， Nino 就是加州里的意思。对，接下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鱼对不对？Fish， it's daddy， it's a fish。来这个呢？干嘛？加州。这一课我们下次再教好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加尼，这是日文。这个海底生物下次教，但是 fish 那些的可以先教了，因为那些简单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什么？星星？不是哦，海蒂呀。对，那是叫说什么？如果叫海，星星有海的字，那海叫什么？我忘记了。Sea 是吗 ？Sea 对不对？还是 Ocean？ 它叫 Starfish 吧？那它叫做什么？滴答弟弟 ，Starfish， 滴答弟，很棒。你下来，Water，Water。It's a she. It's a she. 这个是下次要教的。这是什么？我去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呢？洗手。洗手。这个是吗？这个下次教了。Swing。Swing。这是的，阿哥那是 swing。女生就是 she， 男生就是 he。说 she is walk， she is walk。seesaw 对不对？He is playing a seesaw。说 he is playing seesaw。flower， it is beautiful flower。It is beautiful。有点风吧，很棒。ball， ball， I am playing the ball， I am playing the ball。是谁？Grandmother， grandmother。I like my grandmother。那你说 grandmother 就好。grandmother。我这个呢？哼。
不对，之后的脚的。月圆脚。这个是谁？嗯 ，Running。We running. We run. We. 你知道为什么是 we 吗？那是不是很多人？嗯，因为很多人就叫 we。嗯。Grandfather. Grandfather. Sit down. Sit down. I am sit down. Sit down. I am sit up.对视啊，因为刚才不怎么样讲。这是什么 ？Bread. I have a bread. School bag. School bag. 下次教。嗯。这个呢？这叫 water。对。Drink some water. Drink water. 慢慢来，你说，来，你慢慢来讲。Drink water. 好棒。Toys. Yeah. Car. Get up. 好棒。好，这些教到这里。好。然后还有，然后呢，还要念，我就会念。如果你很棒，姐姐就念故事。那你棒不棒？嗯，你棒吗？我的姐姐在这肚子。不是别的。在这个肚子，是有眼睛的，这个把子的。那个等等，那个等等，我讲，好吗？嗯。接下来要讲故事哦。嗯。他的肚子 ，a man， a man 什么？你说 a man， a man， next， a man next， a man is on the hill， he is a wind。His cap is on the red ray. He naps. 哦，他想睡觉呢。But it's hot, so he gets up. He runs into a 不是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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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He cat is by a box. He nap 又想睡觉了。Yeah, 你敢睡觉耶？你太大锅了吧？你太大锅了吧 ？But it's on sun. He.Gets up. He gets on the bus. His cap is on the. 你带着我爸下去呀。He nap. 又睡着了。Bus is on. So he. 啊。这是大家吗？是中文的，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的英文一对一就先到这里。还没？还没吗？好。这里有红色和蓝色的游泳池。那也是英文的。哇，变成红色三角形了。哇，变成黄色圆形了。大家开心的跳舞。三角形和圆形会变成什么呢？这方大牙。这方形会变成什么呢？
正方形的三角形组合起来会变成什么呢？好像没有了。接下来，你的回家功课。好、嗯。回家功课。要怎么写 A 到 B 吗？就是要写 A 像这样有两份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一排都写大 B， 这一排写小 B，、嗯、大 B 小 B 大 B 小 B。然后一个写 A。啊，这个是大 A, 大 A 小 A 大 A 小 A。我这边已经有写顺序哦，一是一横，二两横，三就别一横。这是你派给他的功课、啊。对啊，我已经在上面写了。好，那不要说。孙小云，不会自己找。孙小云，想不想写功课？写姐姐哦，姐姐派给你的功课哦。来画，来，这个吗？这个可以吗？拿签字笔。好，等一下拿给你写。好，那我们的，快点一对一。英文课程，大家分享按小铃铛。好啊，你要说小文，请给我打打铃铛。好，拜拜。你要说拜拜。